现在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老三，欢迎大家来收看今天的节目，今天的特别节目啦，你看看圣诞红、圣诞树，一个看就知圣诞节的特别的节目，所以祝大家圣诞节快乐。今天呢，咱这个特别的节目为着咱圣诞节的气氛再来增加，所以老三今天呢，请一位先觉对国外回来，五万公呢，是不是将这个美国的圣诞节的气氛带到咱的节目中来，大家掌声鼓励，欢迎贵宾江博士哦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江博士有请啊！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！哈、啊，来博士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，平安！哎呀，这里爱先骗一下哈，这里江博士教我，一旦讲是真济真济故事通讲，因为我两个是同一间大学来毕业哦，啊，当然。啊，一个看就知影讲，当然啦，这个什么人是学长哦、喔，啊，无啦，讲笑。哎，康博士，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啦，吼，对咱的观众朋友先家己介绍一下。是，我是新竹人，是东海大学毕业，啊哈，啊，即马是伫美国圣地亚哥教会牧会，是，啊，已经出来做牧师15年的时间，啊，是，所以真欢喜来拜望这个老三牧师，是。啊，当然，咱过去节目中，敢那较少讲邀请牧师来咱的节目中，啊，都一个牧师都真正是，佮邀请较第二个吼。但是你也知影，今日我邀请甘牧师吼，真正是因为吼，伊的故事是真特别，所以咱来赶紧爱请牧师来讲伊的故事。啊，伊的故事咱讲实在吼，我并无亲自有听到，但是吼，敢那四周的朋友吼，甲我介绍讲，嘿，牧师的故事你一定爱听。足特别的一个故事啦吼，啊到底偌特别的来，咱就嘛赶紧时间就来交予江牧师吼，啊我相信讲耶稣来到世间这个圣诞节，对伊整个人生有足大的一个改变，但是我唔知道这个故事要对对开始讲咧，要对对讲起，对你毕业去国外还是要对对讲起咧？为这个细汉都要开始讲，真的哦，嘿，是你先讲，因为这个细汉是对这个心得，真真卡的所在。大汉的囡仔，所以为细汉都是对大人得拜、啊，所以一直拜到大学毕业，拜到出国，啊个得拜。啊，你迄阵啊像出国拢会买专工去拜呢？是是，出国唔知出什么代志啊？都是走去拿靠，去拜专工去拜平安符。哦，但是安尼呢，因为是这个真传统的家庭的背景，对这个基督教的信仰，耶稣基督。并无有啥物特别的好感，甚至有一挂反感、讨厌、讨厌啊！啊，伫大学的时阵，一挂大学的这个同学，有几个也是基督徒，是啊，感觉伊嘛安尼憨憨。你袂当讲安尼，咱两个读个大学，人是基督教的大学的，是，人家校内底佫一间教堂，佮踩咧遐呢。但是对这个基督教，可能是有一个心内一种反感，感觉伊是一个。西洋外国来的一种信仰、所以对心内都无法度该接受，无法度接受。所以你大学的时阵，迄四年，迄间教堂踩咧遐，你跟那里遐翕相咧啊？敢那去，即个拜堂去一届，真可惜，我拢唔拜去听道理，拢无去接触啊。所以当然，若要招，就讲啥物团契啦，啊，就讲啥物宗教的活动，你算讲拢拒绝得对啊？真趣味，就是即个大学的时阵吼，唔知影有团契啊。哦、你根本都不知道、就是知道有这个 party 啦，BBQ 啊，郊游、南横纵走安尼。哦，所以你阵过去头，做这这个活动真济。过去头。嗯，所以你变做大学时拢完全无机会当接触。无机会接触，真可惜。但是对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反感呢，是为这个家庭的背景、甲文化的一种排斥。足深的。感觉讲，咱已经认真读册、拍拼，啊，真乖，咱拢真故意，啊，咱努力拍拼，安尼都应该有够。是，哦，安尼看到一寡基督徒嘛喊喊嘛，啊，所以感觉讲啊，不比我们好。敢那讲家己也无讲该安怎，啊，就是遐基督未少，你讲基督煞上帝都甲你帮忙，世间靠这个代志。是，所以真反感啊！但是结果你怎么做牧师，我查者。我定下讲人吼，无惊到一个坎站，惊到无路通好行吼。未去挖靠上帝，是人若无讲行到无路通好行吼，未去寻求上帝。人拢有一部分的骄傲，甲自大的来的，感觉讲我应该未输别人。我遐怕别，免人上帝，应该免人上帝。所以对这个信仰这条路来讲呢，人一直爱行到一个坎站，讲无法度。
到迄个时阵，才会想讲啊，无来是毋是有啥物人通帮衬？是需要这个需要。但是你牧师你讲个真系强烈，敢若牧师你是拄到一种足凄惨，还是讲安尼足离谱的代志？吼，啊，无那会用用安尼。我是定来靠近讲朋友，还是我的同学，还是我的这个同窗吼，就讲你若有机会。两扎信主，林八哎，林八主耶稣，你都唔通遐铁气，讲一爱等到某一工某一项代志，到迄个时阵，你才想讲好，我来信主。其实我的路都是安尼，啊，我嘿，我若有机会活咧，啊，搁活伫这个所在，甲老牧师见面吼，这也是真大嘅恩典。安尼，我阿妹又看麦是癌症，还是车祸？啊，是啥物？一定是你讲某一工的某一件代志。哎、欸，安尼我拄啊，又是两样拢唔对，唔是癌症，唔是癌症，啊嘛唔是车祸，啊唔是车祸，哎，奇怪，是一个人生道路中无想到会发生的代志，伊都发生。哦、啊是欠钱，我那听到人的见证都会弄安尼，甲钱财拢有关系，安尼哦，甲事业有关系。哦，啊，到底啥物？啊，其实我是足铁气，我是真铁气。当然，我也认真拍拼，所以伫即个1980年的时阵、我就离开台湾去美国读册。是啊，读册的时阵呢，有机会接触到即个基督徒。哦是，但是迄当阵游玩也是真刺激。嗯哼，我读即个企业管理毕业了，我就开始做生意。哦，做生意做两档，一档两档，做了真顺利。啊，没有。哎、欸，阿妈。迄当阵是我一生中间赚钱赚上多的时候，真的哦。但是，所以阵你感觉钱啊，真强哦，啊，真好赚，真好赚哦。哎、欸哦，你讲啊，大家听得重要咧。但是吼、哦，伫这个人看真风光的时阵吼、哦，心内有真多别项的需要，哦、是外口人看不出来。哦，好比讲，大家拢穿个水水，对啊，大家拢叫你老大，叫你头家，嗯、你感觉真爽。嗯，但是心内有一挂代志，确实。无法度对外口的人讲，嗯，这是伫我的家庭、伫我的婚姻的中间遇到一挂困难，嗯，所以唔是你会去想啊，赚遮侪钱吼，啊，甲心灵空虚，唔是安尼，是有诶问题，钱无法度解决，是这个问题，是，哦，所以未来有机会伫遐做生意，熟悉一挂人，伫美国，啊，有一摆有这个一个员工要去开一个餐馆，甲我借一笔钱。嗯、我就借伊迄笔钱了呢，阮两个好朋友的关系就安尼拍牌。哈、啊，欸、你钱借人呢？是啊，即嘛唔是你讲借钱呢？是钱伊摕去做生意，是啊，讲一段时间害我，是啊，结果到迄个时间伊都无害我。啊，借差不多偌济？哦，这无讲太侪钱啦，是几万块啊，美金，美金啦，美金几万。但是迄个关系，互你感觉讲，就开始不是金钱，是迄个关系。开始这个朋友情就开始变。但是你嘛真奇怪，比如讲我来甲你借钱，哦，啊、我无害你，我看到你，我甲你歹势呢。但是迄中间有一挂私人的一挂恩怨，所以金钱呢会使帮助人，金钱也会使害着人。安尼哦，啊，就是为了这个讨这笔小的关系呢。嘿，阮两个本来是足好的朋友，嗯，啊，结果为了这笔钱呢起反面。你来甲我讨钱，讨甲起变面安尼？来起变面，变面到尾来是赌气，嘿。讲一挂真错的话，足狠的话，你若无害我，我一定要安怎样？哦、绝对有你好看。嘿，啊，伊个讲，你若敢甲我讨这笔钱，我一定要让你安怎？哎呦！所以用直到最后是无路通哦，无出路，讲到已经拢未好好啊，无好好啊。所以到这个1986年的六月，这个五月节时阵，我就塞车去伊的这个公务的所在去甲讨这笔钱，最后一届。你讲也去阿偷了对吧？我已经去甲伊偷三届，嘿，这是第三届去甲伊偷这笔钱。啊，这摆哦，你日子记过记个遮清楚，安尼可能偷的款。偷无钱。迄天是五月节，就是咱这个端午节暗暝。马上节哈。嘿，马上节，啊，我就去遐偷钱，偷无钱，一直等伫伫这个 apartment 哈，伊徛过所在，一直等到差不多11点、12点。伊阿未等来。伊才等来。哦。啊，伊伫餐厅拍工。啊，迄天拄五月节，啊，头家请食饭、啉酒，安尼，小可酒醉啦。哦，啊，你嘛真歹命，人咧食饭、啉酒，结果你当领导咧，伫遐咧等无人。啊，是，结果讨钱的中间，因为小可酒醉呢，都开始冤家，开始相拍。你两个相拍？嘿，两个开始伫伊的厝内边，都开始大冤家起来。哦。所以等我
我知影讨无钱啦，因为迄天伊啉小寡有醉，安尼。啊，所以当我要走的时阵呢，我就要塞车走嘛。我想我第二天再来给他讨这个钱。你第二天你去个，第二天要再来就对啦。一定要摕到这个钱了。啊，结果车要发动的时阵呢，都要走的时阵呢，要离开伊徛过的所在呢，伊出来，啊，伊一个袋仔都拍开。拍开了，唔是摕钱好啊，啊伊都伫袋仔内面哦，摕一支枪出来，惊死人诶！啊，迄当阵都五月节，啊，伫这个德州的所在足热，所以我车窗仔门拢放落来，啊，所以伊都枪压位外，我伫发动车，你即马坐伫驾驶座嘛？对，啊伊都车一枪压起来，敢若要对我开枪，这恐怖呢！啊，我想讲，你敢无胆？你讲好大，是你欠我钱，无害我。系啊系啊，你敢敢亏钱？嗯，啊，我就想讲，伊可能伊唔敢亏钱。应该照你讲是唔敢，但是伊雄雄都枪压起来。嘿，啊，对我的头壳要亏钱，头壳呢？我就用手去给隔夜枪。足近的吗？足近的，就是伫车窗仔门边啊尔。所以唔是讲远远要给你挡住。无，就伫边啊尔，足近的，差不多安尼。所以你手要夹，你搁扣掉伊个枪。对，我手爱个夹伊个枪。你手夹掉伊个枪？无夹掉，无夹掉。啊，结果差不多十二点钟，伊开头一枪，砰一声。真正甲你开落来哦！手啊，你看咧。哎呦，哎、欸，咱镜头看下，咱看下，咱小大一个来。哎呦！哇、哦！所以你即马这个伤痕是枪，这枪为只拍落来了，只有两支骨头。一粒枪子拍位这个骨头断去了。什么叫做一粒枪子？伊唔拿开一枪哦。伊唔拿开一枪，所以我的手着枪了，我就放来，伊规个拢麻嘛，规个拢麻拢，我都压起来都放来。哦。放来了。全部拢压起来。放来了，伊就枪骨压起来，对我的胸坎，佫开三枪，一、两、三枪。对只边骨安尼哦。对。伊头一枪本来要断你的头呢。对，我的手去隔开。我们加塞你有反应，啊，无枪子全对你面落哦。对。啊、所以我先看我掉三千，所以我掉四千了，我规个人都倒落啊！我过去这部中，我是捌采访这个后食毒的后乌刀，这個、我拢捌采访过。但是人咧是两个乌刀也穿个甲人相单，我唔捌听人讲后这个咱钱少人，啊结果吼，佮见红用钱甲咱单，真正世间有这个代志，所以亲爱观众朋友吼，你讲看是不是牧师的故事是足精彩吼？对一个完全无基督教的背景，甚至足讨厌基督教的一个人，去伫国外，互安尼开四千，这个四千，结果带来什么款的结果吼？咱休困一下，等下了马上甲你讲结果。欢迎回来老三的节目，我们圣诞节的特别节目，今天邀请江牧师吼，足精彩的故事。后世讲钱少人，说红来给咱开四千哦，所以到底后来如何？赶紧咱请江牧师介绍来分享。你讲一千，你手底下这个伤痕大概有看到，啊，佮三千伫对边啊入来，结果安怎？其实这四千，任何一千拢会使抵我性命，足恐怖的。其中有三千是为刀手兵的胸坎。射入来，嗯，所以一直到我正兵的细胞的正中，敢有通过？无停在中啊！所以这个枪支到今仔日还搁伫我正兵细胞的正中。你即马身躯搁有枪支哦？是，所以这枪支已经带我十几档。真歹！是。喂，啊，你若经过啥物人 X 光咧检查的时候，人袂感觉真奇怪哦？差不多头两年啊，我经过这个机场的时候，还搁有声咧。所以我拢爱炸一个 X 光片，去跟人讲我内面有一粒枪子。Oh my god！ 其实那些是真不可思议啦。啊，一枪是，还个枪子，还个对，还个几粒，一粒。第二枪是为刀手兵一直拍为这个小为这个胃，到我的胃内面，胃都安尼烫空过。所以你那是胃穿孔的。对，胃啊，伊都切一部分掉。好、哦，你为啥手术切一部分掉？啊，一枪是胃加入来了，到这个脊椎骨顶面，拢真凶呢。是真凶，所以医生讲，任何一枪小可偏差一点啊，我拢无命。哦，唔免四枪，只要任何中个一枪，
其实拢是招招致命的。都、就是头一枪，我若无用手夹，直接打到落去啊！对，哦，足恐怖呢。所以会使转来才甲老三牧师见面是稳定，是福气。哇，听啊，规阵骨拢唱歌起来，是真恐怖。哎，阵迄阵。因为你就是讲伊袂开枪嘛，你就伊家咧吓惊尔嘛。真短时间，两三秒钟内面就发生的代志，所以我着枪了，已经就开始无法度穿溃，因为这个细胞嘛，我会怕鬼打穿过去。哎呦！所以等我开始要逃走时阵，无法度逃走，因为伊到这个我这个车门的边啊塌掉。所以我为伊车门安尼塌掉，你要落车，你也要多少？哦，所以我为正手边用白，啊，用想要为正手边迄个门出去。但是咱不是老足社会，足社会，规身躯拢会。所以我一直白到遐车门开了，我都为遐车门走出去。结果我都走，救人，我都规个拢伫车内。迄时已经半暝，差不多十二点发生。拢无人，因为咱美国迄落是安尼，迄那社区哦，迄那讲真正。啊，半暝啊，吼，大家拢在困啊，迄路顶拢无人，无像讲台湾的凊彩拢会足侪人诶啊。所以到我倒咧停车场诶时阵，我规个人倒伫遐，血一直流，规身躯开始起冷，开始起冷，因为失血嘛，失血足，体温一直降低嘛，体温。我看天顶诶，即个星月亮，我渐渐已经看模糊，看无。现在啊，做成电影咧做啊咧。我就想讲啊，我可能倒伫遮。会客死他乡，我可能会死伫美国。迄阵你倒伫遐，迄个感受你怎啊还阁会记哩？会记咧，敢若昨昏才发生的安尼。哦，所以我倒伫遐想讲，我细汉到大汉认真读册，拢无做啥歹代志，无啥物大歹代志咧做。啊，伫美国乡乡发生这代志，佫是咱钱借人，佮你若讲咱讲借钱用病了，人家想到家己的爸母伫台湾，啊唔捌趁钱间友好。啊，唔捌寄钱互因，啊唔捌，啊即马雄雄突然间都要死伫只停车场，我真唔甘愿，真唔甘愿。就是百感交集，百感交集，感觉讲人生都安尼结束啊。所以时间虽然真短，但是你想足侪，想足侪代志。啊，迄差不多十分钟左右了后呢，迄救护车甲警察车规个拢来啊。迄可能是因为有人听到迄个枪声，因为半暝啊，迄个四声、四枪、迄个。那个声救护车、警察车过来，把他救去这个，送去这个病院里面检查。啊，那个凶手了就逃走啊？没走，伊无到，伊都伊都等伫遐，警察就给他抓起来。啊，安尼哦。嗯。啊，当然这是我买来才知影。伊准备要跟你同归于尽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讲你若死，伊对我死安尼。所以已经我定下讲，唔是因为偌侪钱的问题，啊、其实是买来是赌气，是精神，嘿，赌一口气，安尼啊，急着就讲，你无要好我命，我都要抵你的命，安尼。所以人讲未敢要去就是，不敢去，对。所以我送到病院的时阵吼，开始来检查，因为我着四枪，啊，无有一枪是烫过我的身体啦，拢枪支拢伫，拢伫内面，开刀啊。所以因唔知道我着几枪。啊、所以因一直检查讲到底着几枪，是啊，我胃防拍规个拢穿孔嘛，对，规个腹内拢是拢血啦，你若讲若开刀开着绝对开腹内拢血嘛，所以我家讲我腹肚足疼，我甲医生讲，你着将我腹肚破开，安尼就好，但是一直检查，买来就将我送去病院，送去这个开刀房要开刀，要送进前，阮太太教。阮太太因去旅馆给接来，阮太太搞，这医生就检查了，就跟阮太太讲，啊，林先生哈，可能无法度换过硬案，叫伊爱做上拜怕什么？英语讲 ，he could be die， 伊可能会死安尼。哦，所以阮太太就坐伫椅啊，听到医生安尼甲伊讲，讲可能无救。莫怪我讲要招讲恁太太，我来做回来上节目，伊拢无爱来。是啊，我要讲起这段，真正伤过艰苦啊，迄是折磨啊。是啊，所以我送去开刀房开刀，迄半暝十二点一点嘛。啊，阮是为 Orlando， 迄叫做佛罗里达州 Orlando 塞车到德州，阮是下晡三点到德州，暗时十二点我都着床。所以阮会使讲，变成讲，佫唔是伫恁兜的，迄个区域，拢无朋友，拢无熟识人，拢无人。
实在我买，可能实在你要甲偷笑呢。因为找任何一个人拢找无啦。真正烦恼。所以我当我上入伫开刀房要开刀的时阵，我太太会使讲伫病院半暝一点，四界拢无人，拢无人，拢无人甲支持。嘿，伊拢去找，看我伫倒位安尼找，一楼一楼安尼找。我来去问讲，我是伫对一间伫开刀。哎呦！啊，伊买来伊找到一个门，看到一个门，啊，伊就跪伫门口，祈祷。安尼哦。啊，伊一生伊嘛毋捌祈祷过。哦，所以伊毋是基督徒。伊也毋是基督徒，我毋是基督徒。哦。啊，伊就是靠逼着啊，逼着无路啊，伊就跪了，啊祈祷。其实这个祈祷的代志呢，是过去两三年，阮伫奥兰多时阵。美国的基督徒甲牧师都捌来甲阮讲讲，哎呀，江老板啊，哎，啊，你江太太啊，恁都爱信主爱基督，恁有困难爱基督，啊，其实我拢听袂入去啊。哦。但是即句话犹原伫伊的心内。是。所以当我伫开刀房开刀的时阵，伊无有任何的帮衬，伊就跪伫门口基督。当然这是未来伊甲我讲啊，伊讲伊基督了呢，伊讲。上帝甲伊讲，我未死啦。哦，安尼有迄个感动，有迄个感动。哇，足特别嘞！啊，所以伊真有迄个平安。嘿，啊，伊有啊祈祷。啊，其实呢，哦，阮两个人，阮翁仔某感情呢无好。安尼哦。阮过去迄几落年的感情拢无好，阮冤家，阮吵闹离婚，阮大家拢大项拢变过啦。啊，所以讲我掉，所以我掉伤的时阵吼，我定是来开玩笑，我讲其实你祈祷应该吼叫我较早去的。哇，你话真凶啊你！结果伊祈祷了，啊，上帝讲讲我可能未死安尼，啊，伊也真有信心嘛。是是，当然开刀的时间足长的，是半暝啊，一直开刀开到第二天，唔知几点，这我嘛唔知。是是是，啊，未来我都我都感觉讲我家己哦徛一个。徛伫一个所在，真光、真光的所在，哦，真安静。干那这个所在呢，真光、真安静，我都徛伫。你即马讲已经唔是病院，我唔知迄伫倒位。哦，我像你即马所讲的，你看到唔是病院内面的、那個，唔是病院，唔是病院。是是是是。我都徛伫遐，我哦，我是活的还是死的？你家己有这个怀疑？我家己怀疑讲，哎、欸，我敢是还阁活的？嘿，还是我已经死啊？啊，我就伫想这个代志，都伫想的时阵呢。在后壁的边啊，都传来这个足水的这个音乐哦，这個、音乐真好听，是唱还是乐器的声？乐器的声，嗯，这乐器在唱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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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时光歌。哦，我想，哎、欸，这首歌真好听呢，是叫做什么歌？我讲，这个歌我足熟悉，没听过，没听过。哦，嘿，后来我想讲。我一直想这个歌的名，嗯，后来我想、这个歌叫做《时光歌》，就是你头讲。对。当我想到讲这歌叫做《时光歌》的时候，我目睭都闭开。哦，我都起来。都无去啊！我闭开了，我就看咧，我边啊吼徛一个少年人，嘿，啊穿一件白衫，嘿，啊伊就抓我的，牵我的这个正手，嗯，啊，伊在讲话啦，嘿，我在听讲。这个少年人在讲啥呢？我想这是什么所在呢？伊讲主啊，求你赦免江先生。主啊，求你来医治伊。主啊，求你来拯救伊。好，一直在讲，一直讲。主啊，求你来赦免伊。主啊，求你来医治伊。主啊，求你来拯救伊。所以是有人在为你祈祷。嘿，我唔知伊在为祈祷，因为我唔是基督徒，我唔知伊在做讲啥物。我一直听，一直听，听到尾来讲，主啊，求你赦免伊，拯救伊。我规个人哈，为心肝头有敢有一个火，足烧的火，伫充满我的心，心腹内面，一直到我的头壳顶，一直到我的脚底，规身躯。我听到尾啦，我的目屎就开始一直流落来。你嘛唔知为啥物？唔知咩？佮都有一个力量，敢那咧开始洗啊咧。啊，你一直流目屎，一直哭，鼻鼻喘。因为我规身躯拢插足侪管，迄七支六七支管，拢插拢我都讲话。啊，一直流目屎，我感觉我家己敢那登到我的厝安尼。啊，心内伫过去迄十几年、几落年，心内委屈、伤害。
啊，心内艰苦，敢那登到父母的面前哈，啊，跌哭，哦，登到厝啊，这种感觉，啊，都一直一直，这个少年人一直给他祈祷，主你赦免伊，你拯救伊，你来医治伊，啊，伊看我鼻鼻擦，目屎一直流一直流，啊，伊问一句真简单的话啊，对，伊讲江先生，你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主？这里要趁火打劫。哎，讲你若袂，你哈、哦、手安尼甲右三界，右者，哎，右者。啊，你呐，你有没有愿意接受？嘿嘿我都紧改右啊，我都紧改右三界，右三界还当多钱？哎呀，我今仔日吼，咱请这个干部组来讲这段吼，我想真正是足特殊的一个见证，所以莫怪伊后来会做牧师。我想耶稣来到世间。实在物件是，咱也未认捌你，伊就认捌咱。是，所以呢，即系咱最需要的时候，用一个足奇妙的方式，当人的路行到尽头的时候，上帝呾雄雄怎出现啦？吼、哦，咱英雄救美啊咧，雄雄出现伫咱的人生。啊，到底即个出现，到尾啊，互咱即个姜牧师安怎样落尾变做是牧师？即、这个精彩的过程，大家若想要了解的人，赶紧，今仔这部时间已经到啊，明仔载啊后一集。继续来收看我们圣诞节的特别节目，来继续听这个精彩的故事。多谢大家收看，也多谢姜牧师，感谢，多谢，谢谢，感谢。